我可以尝一个吗？可以，但是还要请神君自行购买。我今天没带钱，王爷帮我买一只吧。自己给钱买。我就要吃榴莲味儿。你说什么？我就要吃榴莲味儿的。来，请旨请阵。请问味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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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掉水里的。我也没那么怕死。小雨星辰，雨途经缠住我要站在的河边。没事吧？怎么突然起这么大了？没事。所以我不能喜欢你。事到如今，沈琳哪还敢对神君抱有什么幻想，只是神君莫要时不时的撩拨沈琳。但我控制不住，我控制不住想要撩拨你。你是有毛病吗？可数花影霓虹，管他雕梁画栋，只愿成古墓中化作一丝温柔。是有点什么病吗？